外交部发言人啊，已经啊代表啊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啊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啊。那么我们想啊，民进党当局啊，他炒作这个问题啊，完全是为了配合外部势力啊，完全是基于啊台独分裂的这个图谋啊。那么这种做法呀，损害两岸同胞利益啊，也损害中华民族的利益啊，是令人不齿的。